手头的活忙完，晚上就得回家去吧。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了？该不会咱妈又生气了吧？没有，她同意我们结婚了。真的？可以啊，媳妇儿，这回真可以当着咱妈的面喊你媳妇儿了。跟她说，结婚以后不管大小事我都会让你。媳妇儿，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？你做的饭。最喜欢看的电影是什么？罗马假日。那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你不想要那些无疾而终的爱情，我也一样。